帮星仔击败唐牛。抢西西的位置，下辈子吧。不丢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，小胖唐牛。我一只手一样吊打你。好，咱们大话先都别说这么早，是骡子是马，你必须知道了。好，又是卡牌类游戏，这个我熟悉啊。他每一次都说熟悉啊，每一次都得翻车啊。嘘嘘，这次肯定不会啊！你也不看看咱们要帮谁？星爷，我小时候看他的电影长大的。兄弟们，星爷不光我喜欢，我相信大家也都喜欢吧。来来，大家都给视频来个长按点赞，强烈推荐，让我们助力星爷夺得此次食神的冠军，好不好？好。来吧，咱们先合成卡牌啊！这次卡牌有咖啡、母鸡、热水、米饭、羊肉，都是跟食物挂钩的哈。哦。用它们应该可以合成出美味佳肴出来吧 ？Nope. 哎呦去，这出师不利啊，居然跟哪张牌都合不成。那母鸡呢？哦，母鸡加水合成了鸡汤。鸡汤来喽。得，失去老梗啊又复苏了。米饭和羊肉。Nope. 哎呀还是不行。那辣椒和羊肉呢？ Nope. 嘿，什么情况啊？这喝了一轮就喝出一个鸡汤，还是恢复卡玩呢。没关系啊，咱们下一张卡牌是热水，万物离不开水，它肯定能合成。先打一张咖啡出去啊。去你丫的！哎呦我去，看给咱们星爷辣的。了不了？别嚣张，先我用水和羊肉合成。羊杂汤伤害40，看我直接反击回去。回血是吧？没用的，你等我合出更高的伤害卡。鸡和辣椒合出了麻辣毛蛋，伤害也是加40。那浪哥今天就让你尝尝咱们做的麻辣毛蛋。哎呦我的妈！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，降龙十八掌！哇、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这降龙十八掌能有多厉害呢，原来就25的伤害啊！我一口鸡汤就能恢复过来了。鸡汤来喽！来再鸡，再就来。哼哼，撒尿牛丸都能整出来，纯纯的科技与狠活啊，唐牛。必须的。那咱们呢，就用热水和米饭合成自嗨锅。哎，我这也是科技与狠活。下课不？你也撒！哈哈，唐牛老弟，用这番对战，你还有60滴血，而我呢，还有87滴血。食神之位，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争？战意涌上来了，超级无敌海景佛跳墙，伤害999。都是人，怎么我都。阿德，我说的啥，兄弟们？浪哥玩卡牌游戏，第一局必输吧？这肯定是兄弟们点赞不给力，如果再给，那快得了吧？如果兄弟们再给你来发，下次一定你就会通关是吧？行行行啊，别急，咱们再来一局啊。上局跟唐牛斗了半天也没能合出大招卡，但是呢浪哥找到这关的破绽了。光合系统仅给的卡牌是合不出大招卡的，所以嘞这关通关的关键还这个地图里的特殊道具。兄弟们看这头牛，我早就看他不爽了，直接起锅烧油。别离我远一点。还有奶牛，牛奶卡，哈哈，兄弟们我说啥肯定有隐藏道具吧。啊，看看还能合成啥牌啊。 Nope. 这不对吧？不慌不慌啊，让我再找找啊，看还有没有其他道具。又给了一朵小花牌。难道是他俩能合成？三花淡奶伤害加50啊，这伤害也没提高多少啊。你用它和其他卡牌合成呢？还能合成啊，我试试啊。Nope. 我一勺三花淡奶。哇，海克斯科技。科技与狠活，伤害999。哦，哈哈，小唐牛，你这死心仗的！救命！救命！纯纯科技与狠活。啊，死鬼！